家人。安身炮是形意拳传统套路对练啊的比较典型的一个套路，深受河北山西老形意拳家们的喜爱和那个这个演练啊。安身炮内在的步法变化较多啊，直进、斜进、直退啊，转折、起伏都有变化啊。通过演练它，揣摩内在运动规律和劲力的变化啊，对认识形意拳会有一定的帮助，并且在两个人配合下揣摩啊，体会这个尽力释放人身上啊的感觉，这样有助于今后在实战中去发挥形意尽力啊。安身炮对练第一个动作起势，俩人入场以后啊，像我们两人这么站立，接着转体，两人相向啊，呈立正姿势，起手沉，哎，肘贴肋啊，手右拳贴身转起，走出弧线，左拳贴右小臂，手见手下翻啊，变成左脚在前的啊硬桌式，俩人目光相视啊，再来演练一遍。提手啊，不要下垂指尖啊，自然分开手指头啊，自然的提起腕子在上，指尖在下，还不能翘，还不能耷拉过劲啊，适度要提起，到心口下落，握拳，右拳虎口冲心，钻出弧线，左拳奔右拳肘窝，手见手翻，呈左脚在前三里四，俩人目光对视。下一次我由进步右崩拳啊攻击对方，上前啊借前汤压住前对方前手以后打出崩拳啊，崩拳内含螺旋啊，劲儿直啊，这个形要顺啊，这样这个劲才能产生威力，打出三军队来啊，前脚尖儿、鼻尖儿、拳头啊，这三阶要对啊，要向左拧身。对方崩拳打过来以后，我要左裸，用左手裸对方的崩拳，来化开对方对我的崩击，同时撤步，哎，避开一定距离以后，左拳避开一定距离，完上步，就崩拳
打击对方的胸口。这时候要是裸要快，一裸一严，崩拳来打击对方胸口，崩拳要有螺旋，打出直劲来，奔对方的胸口和腹部。接下面来演示一遍。下一动作，左顺步劈掌，啊，他右拳打了以后，我顺着他的右拳裸他的小臂啊，往下往旁挂他，挂他的同时倒回脚来，再打出左掌啊，左鹰桌，左鹰桌打在他的这个肩上。啊，作用在他的重心上，这个右手封住他的这个前手，左手打出啊，这个肩部啊，作用全身让他啊，是这么一个动作。对方一躲劈掌打我肩部的时候，我前手要迅速往回带有一个回挂动作，同时以炮拳左炮拳来击打对方胸口，这个挂和炮拳要同时出来，挂住对方的前肘腕打击对方，这样这个手化掉对方的攻击力，而且这个手有正好可以攻打对方。下面演示一遍。我的左劈掌啊，没打到对方，对方的炮拳倒攻击我来了，借着左掌回抽的时候，同样是下压外挂啊，外挂的往回撤左脚，撤左脚迈右脚，又接着打出劈掌啊，劈掌，哎，这还是要作用在他身上啊，是一个倒步的过程啊。哎，是这么一个动作啊，就是对方以右臂掌又打到我肩上时，这时我要还是同样倒步前肘往回带挂倒步，用右掌去劈对方的颈部，左手挂，右手劈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右劈掌打空了，他的这个砍掌对我的颈部产生威胁，我同时两掌变拳啊，双截拳啊，在这个面部啊，用两臂大臂夹紧，小臂外撑啊，全面平的这个撑劲啊，两个叫成一个整体外撑啊，把对方的劈掌破除。我的右劈掌被对方破除以后，
他以双动拳来格挡我的右臂掌，这样对方的左部右边就露出破绽，这时我就用右臂掌又劈击对方的脖子，这时露出破绽以后又快迅速劈击对方。再演示，下面演示一遍。双撑掌破了他，他接着又砍向我的右颈部啊！我用右拳剑抖腰横撑啊，左手扶住啊，往外拨架他这个，他这个皮掌，接着右拳下沉啊，向他的肋部打去啊，戒指上部。要打得狠就得上得远啊，钻进河洗沾身重力啊，这个拳道使劲的拧转啊，这点夹紧，用这个掌接近于根部去防它啊，别拿手指头碰它，这手指头是一点没劲的啊，用这个掌戒指钻体，哎，一分挂挨上了，接着就发啊，发完了后拳回到肚脐前啊，我的砍掌对被对方破掉以后，他又崩拳来打我，这时我要迅速撤步避开的距离，同时后手上去掩，用掌去掩对方的崩拳，破坏使他的崩击力破坏掉以后，前手会抽回，抽回接着继续格挡，这时他的中线距离就露出来了，我这时候要上步崩拳来击打对方，对手要点往下挂，这样一个动作。下面演示一遍。我的崩拳被他破了以后啊，借着往回捞手的同时，先拍击他的这个啊，拍击他的前手啊，接着辅助的啊，再拍击，拍击的同时撤回前脚，接着上步劈掌啊，连脸带前胸啊，一块往前劈去啊！对方劈掌过来以后，打向我的面部，这时我要迅速撤步，迅速撤步，同时撤回前手，撤步，借后脚一错，蹬错，接近反作用力来撑架对方的前手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右手被他穿掌封挡封住后，迅速向前啊贴自个儿小臂下侧，向他腕部啊穿拳，穿拳后啊拨挂，
拨挂上后脚，打出炮拳，啊！收回来，再打出去啊，使它产生啊，这个力是三乘一的加啊，这点要贴啊，先贴自个儿胳膊，再贴对方的胳膊啊，不是这么磕，往出磕啊，贴，哎，往出打啊，这个贴，不管是掌啊，是拳呐、啊，你只要是走出这种叫穿袖手来。对方是很难再封割你的啊，哎，对方一炮拳打来的时候，他是一个上步炮拳，绕步炮拳打我，那时我要迅速撤前脚，借转身抖腰下按对方的一个前手，使其他的前崩拳的劲力被我破坏掉，同时也避开了一个打击距离。再演示一遍。炮拳被对方封住以后，左拳变掌下按他啊，按的同时上垫前脚，上后脚，反背啊，反背打他的耳根啊，动作不要大啊，直接落，这一落他就往前上重心，啪，哎。就奔在耳根处打去，啊，力打这个拳背上，啊，拳面要绷平啊，不要翘拳头啊，也不要背拳头，这样力不顺打啊。演的时候，这个手还遵循着下压旁挂啊，打出去啊，不随身换，前脚到了以后这。马上前拳就到啊！对方一反背拳打我，向我打过来的时候，前手迅速往回撤，撤完同时往回撤步完以后穿掌，穿他对方的小臂中节上穿。同时化开他对方的击打，这样同时退步也避开他的一个打击距离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反背拳被对方格挡出去后，回右臂的同时，左臂外格对方前来手啊，格的同时，哎，还得下压劈掌啊，变成一个小根部的一个劈掌啊。对方一个劈掌过来以后，迅速撤步，后手前手迅速撤回，后手横拨对方的劈掌，接着后手伸挂对方前劈掌以后，上步以反背拳击打对方的耳根，抽手要快，格挡要快，同时撤步，一撤步借转腰劲打击对方，但是不能是胳膊啊，靠着腰
腰劲打击对方，打偏打离以后，打开击打范围以后，前手迅速穿掌隔开对方上步，再以反背拳打击对方的耳根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右臂掌被他两次格挡后啊，近闪攻击力没有了，他的这个反背锤倒出来了，直接啊威胁我的脖子面部啊，迅速呢侧步啊略后仰身啊，反手呢搁右手搁底下圈到他的啊前胳膊外侧，下压上左脚啊，左劈掌打他的肩部啊，这个动作呢不要往外隔他啊，是顺着裸画出一个通过走手的啊转折把他这个劲年终化掉，化掉以后倒步劈掌啊，倒步左劈掌啊，攻击他的左肩右肩呢啊，我的反背拳被对方一化化掉以后，他又以左劈掌打我肩部，这时我要迅速撤步前手往回带挂，手型带挂，同时上步把这前手撤回带挂，同时他身体被我拉得前倾以后，我接着后手上接下挂，下挂对方的前掌，完了抬脚上步劈掌来攻打对方，撤步挂掌劈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对方封压住我的左手，我左手回拉的同时外撑啊要借助小背下压啊，用这个大拇指这个外侧外缘啊下压对方，同时上步啊虎口冲前摆拳啊撩拳啊，上步撩拳这个动作叫，所以撩拳的目的是击打对方裆部啊，这是有固法有打法啊，是这么一个动作。对方挂着我手一撩撩，用撩拳将我打过来的时候，这是然后迅速撤步，第一避开他打击距离，同时前手迅速扶住对方前臂下按，使对方的撩拳被化掉，不单止下按，同时还要向外撩拨，撤步撩拨完以后，后手上前劈对方的颈部，动作要连贯。先，他这个动作应该是顺势的啊，
顺势的裸这个手的同时，哎，皮也到了啊，这个借助点后退之那个步的惯性啊，再演示一遍，下面演示一遍。离得远了，是这样吧？对。辽当失去威力以后，还被对方啊攻击到自个儿的这个右面部了，这时候啊回挂右手的同时啊，垫上前脚跟后脚啊，打出一个劈拳来啊，打出一个劈掌啊，这个手挨他身上以后有一个拨转啊，有一个拨转，这个拨转就泄他这个啊下砸之力，哎，对，通过这个拨转，哎，停到耳旁，这个掌落到他的胸前啊，打击他。对方用劈掌来向我胸部打过来的时候，我前手往回撤已经不赶趟了，所以我这时候要迅速往后前蹬后，前脚往后一蹬，迅速退步，退步同时后手前穿，防止我的中线前穿来化掉对方向我的劈，这样可以说外有一个外撑，还有一个前穿之际，这样化掉对方向我的打击力。演示一遍。下面演示一遍。我看。对方把我的右手封住以后，我借着下落啊上身往前移动重心，下压左胳膊啊，打出右掌啊，打出右掌啊，这两个相辅相成，他往下使劲，他往上啊钻翻啊，而且要借助脚底下的这个前蹬后蹬。对方一压我前掌，迅速用后掌要劈过来的时候，就是我要迅速撤步，前手迅速撤回来，来拍击对方，使他这个动向的力量被我借掉以后，我同时撤步，垫脚打崩拳，打击对方的胸口，劈过来。打的时候崩拳要借转腰进，同时把对方破开以后，他这个对我攻击力丧失掉以后，借这机会以崩拳来打击对方的胸口，崩直，三尖相对，这个打的叫窝心锤啊，前边晃着对方啊，护着上车，底下啊突然的发力啊，去重撞他的腹部，所以这个动作他有的突然性啊，而且打得进要直的话，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啊。下面演示一遍。
我一个扑面掌打过去，他窝心锤打进来了啊，打进来我就得下摁啊，下摁，摁的同时左掌也得上前幅度啊，往外拨画，拨画再上步，哎，还打一个扑面掌啊，这一二三啊，这三下子两个防守一个进攻，要一气哈成，连贯的一气啊，压压挂劈啊，这三个动作啊，我的窝心锤被对方化掉以后，他以右劈掌又向我打过来，这时我前手迅速往回撤，同时撤步，撤步借后撤步转腰，实际同时两腿撤步转腰，右拳并掌顺着他的胳膊穿过去，带有往外拨挂，这样可以使对方的劲力在我的拨挂当中化掉，同时向前穿掌。这穿掌的时候要借抖腰，不能是单纯的胳膊上上架，胳膊上架的话你胳膊没多大力量，就借着抖腰穿进来化掉对方的一个劈劲。你来那下子，嗯，这个穿掌啊，这个穿掌啊，不要往上穿，不要往上穿去啊，戳对方去啊，直接就往前穿就行啊，直接就往前穿啊，用我的这个直劲破对方的直劲，但是呢，我内涵戳对方的啊这个胳膊啊，使对方让开中线。我占有中线啊，要有这个意境啊，不要有横行啊，不要有上钻啊，是一个错中的横劲啊，注意点这个。下面演示一遍。下一动作，左夹背劈掌啊，右手背封住以后，左手上穿啊，回挂，往回往旁挂的同时劈掌啊，劈掌力达这个掌下缘啊，直接砍向他这个颈部啊。穿了以后画个圈，哎，画个圈就把对方的劲就给卸了啊，挂中砍啊，是这么一个动作。砍的时候同样形意拳还得遵循着踏尖坠走啊，劲使到这个大鱼肉啊，这个掌根这个位置上，但是不应该那什么啊，伸直胳膊啊，同样遵循踏进坠肘。对方向我脖子的地方砍过来的时候，然后迅速撤步，同时前手迅速后撤，撤步同时双拳带着贴身。横挂横掩对方的劈掌，要借背臂借身力，借悬腰之力化掉对方的劈劲。他这个刚才这个动作有点问题在哪儿呢？他就搁到这个位置上啊，这胳膊还可以带高举点啊，用腕子，不要用这个用腕子，用小臂啊，不要用这个，
用腕子这个位置啊，不要下压拳头之基础上，哎，用腕子可以，用小臂可以啊，这个躺架都是合理的啊，不能拿这个位置啊去下压去，这下压这本身这个劲力不顺当啊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右掌被对方封住后啊，交替的左掌砍出啊，应该是砍他的这个颈部啊，砍他的颈部啊，借抖腰哎砍他的颈部啊，这时候重心不要前移，前移对方一牵你的前胳膊你就要失重啊，所以重心还是应该这样的啊，不要前移啊，力打小臂掌外缘啊，这一侧都应该有劲啊。对方用右拳来劈挂我，劈我左右边的脖子，要前左右手迅速裸挂对方，同时左手扶在对方的，用掌部击打对方的小臂，借抖腰之劲击打对方，同时避开打击距离以后，上部绷拳来打击对方胸口。这个动作应该是这个拳头直接往回搂，直接往回搂就可以了啊，不要拧转，这个拧转影响你下一个动作啊，直接往回搂，下落拧转啊，哎，直接这么就往回搂啊，用这个，哎，再加上这个掌根的扶住，他俩同时接触你这个掌和小臂啊，这样啊，一个是动作严密，再一个便于下一个动作的发力啊。你看你这不用拧转，接着再拧转，这个才能有威力啊。演练你。没砍到对方，对方反过来啊，又是一个崩拳啊，奔心口来了，在这个基础上迅速下压啊，弧形下压，弧形下压外膜啊啊，一个是卸对方往下，再一个剥离对方的攻击方向，同时啊上脚脚是外掰脚尖儿啊，探脚跟的，哎，蹬他这个膝盖高度向前劈掌啊，下压啊，首先得把固法做严密了啊，你才能打法才能有攻击力，自身才能安全，所以这个动作啊，先把他主攻方向化解了，接着哎上部哎劈打面部啊，最后用小臂都可以打对方的胸部啊，是这么一个动作。对方以脚蹬我小腿膝盖，这时
我要迅速撤步，来避开他的脚对我的踩，同时我撤步同时要穿拳来直接穿拳来击打对方，使对方的前掌也对我的攻击力丧失掉，要直接穿我站中线距离，使我的拳站中线距离来避开他的打击。对，穿拳前内在横进啊，哎，不要漏形，不要往横拨了对方啊，不要往横了拨了对方，而是通过哎一钻，哎钻错，哎钻翻中的螺旋，哎使对方让开中线啊，我占有有利位置啊。下面演示一遍。下一动作，左挑右劈。对方的拳封住我的右掌后，我穿出左掌，啊，穿出左掌回挂他，回挂，啊，上步劈，啊，劈。打他的肩头啊，走出弧线来，穿劈啊，对方挑我的手，挑破获我的钻拳以后，他劈向我的时候，我要撤步穿掌奔他的肩头去抓他肩，同时肘部有个外撑，把他那个肘部撑出去，穿掌直接抓他肩，哎，这样速度要快还有准。演示，下面演示一遍。他这个动作啊，一个是前穿啊，前穿外撑走关节啊，这样才能既固又打了啊。我这个动作呢，要连贯啊，一挂的时候，左腕子啊要有转动，用这个大拇指根这个位置啊回挂他这个拳头，同时啊弧线的劈掌啊打向对方的左肩啊，这个动作要连贯上步，哎，下一动作摘肩右劈掌，对方的啊连撑我的右手，再抓我的肩啊，使我受制，我回撤的同时啊下按右掌，按右掌向下按的同时，左掌扶住啊外拍的同时再上步啊一个劈掌打向对方，这个属于快手啊，连续的，你看，对方把我手一拍下去以后，他又劈掌过来，这时候我要前手就迅速往回撤，挂，往外挂，这个肘部贴身，挂，把使他的进攻路线发生改变以后，我用后手变掌
砍对方的脖子，第二是侧手和转腰接到一起，前手往回侧挂，后手就要砍，动作连贯。下面演示一遍。他这个动作这么演的不对啊，这么可以啊，这么演的演我这个掌啊，或者这么演都可以，你不能这么的待着啊，这个力量是最大的啊。右手被他左掌回挂封出他体外，失去攻击力以后，我用这个啊左双截拳啊撑他的这个砍掌，俩掌变拳啊，借着左转身外撑啊，外撑，撑的时候俩臂要在胸前抱紧啊，抱紧，大臂贴肋啊，小臂外撑啊，用这个小背的这个平面，两个平面外撑对方啊，自身要固成一体啊。要脚底不动啊，借助转体的啊力量把他这个劲啊吃在自己的体外啊。对方双截拳截我前手以后，对方的地半部分又露出破绽，所以对手迅速撤前手，用后手直接又再接着劈对方的脖子，也要快，弧线要弧线往前劈出。下面演示一遍。那个脚，那个脚在前吧，那个脚在前的。双拳在身体左侧封住他的劈掌后，他接着反向劈掌又袭来啊！我借着右转体，双脚不动啊，回拉转体啊，变成右手是拳，左手是掌啊，同时隔挡对方啊，到这个位置，接着拳下落到腹前，向前崩出啊，就是右崩拳。嗯，这个动作一躺，哎，只要使他这个威胁力一丧失一点儿，下这个右拳马上下落啊，窝心向他肋腹打去啊，要有突然性，本来是架挡对方的，偷着这拳哎就往上上啊。对方一隔挡开我前手以后，他又下崩拳打向我，这时要迅速往后撤步，撤步避开一定距离，使机师打躲闪一下，然后前手去掩盖对方的崩拳，使他的直向的力被我横向化掉，使他的崩拳丧失了一个攻击力，
这样对我已起到防守作用。他这个动作啊，要借助身体后坐啊，借俩腿，哎，左腿的后蹬啊，右腿的后戳啊，发出一种抖手劲来啊，并不是单纯的去往外封挡对方啊，去隔架对方啊，而是一种沾身以后的一种震撼力啊，用这种力量去把对方的劲力抖散，使他失去杀伤力啊。下面演示一遍。动作到此啊，安身炮的演练就结束了。下一动作，后半场还一样啊。下一动作就是俩人的动作相反啊，方向相反，动作相同的，就是说啊，我是甲，他是乙，乙呢练甲的动作，甲练乙的动作啊，在循环的啊，方向相反的再演练回去啊，在这里我就不再阐述了。我们最后把收势动作啊演示一遍。封挡我以后，迅速撤步前端拳啊，变劈掌啊，劈掌对方。他撤步以后，我也并步前手变拳裸回来，后手经胸口钻出，然后后手接着贴小臂内侧变掌向前劈掌，变成三体式步。这时候两个人啊是相对的啊，都成三体式，都是左式的三体式啊。现在开始收势，握拳，自然扬起右臂，目视右臂，大背不动小背，礼合，脑袋拧转，哎，朝左脚前方，全面相对，在胸口贴身下沉，过渡旗，转体并步，杀手站起来。